Everybody on my way. Bitch, you know I can't do it. Everybody on my way. Just still do the way. 这个脚本呢是想要表达就是人类为了生存，那我们就会狩猎，然后那我就是强化这个概念，一开始兽是被他的猎物追逐着，但是我故意用了就是说我们的动物是没有皮毛的，它是一个纯肉的状态。现场其实没什么问题，其实每一次做动画片都会感觉不知道自己在拍什么，就虽然你已经大概想象会长怎么样，但是你也不知道真的坐上去到底会是怎么样，就像是你看了一个你喜欢的柜子，然后你想象它摆进你房间的样子是怎么样。一切都还是要等你真的摆进房间才会知道。